来，正式开始。
十四分，搁一地。我爱穿呢，有年纪呀、啊，有年纪了也会穿了呢。哦，才吹了三首就已经很喘了，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哎，今天是7月27号，哈、哦，啊，也是我们宝哥开讲之谈天说地第15场，很难得，已经15场了，哇，哦，太热了。今天刚才宝哥又吹了3首、哦、今天破例多了一首，因为时间还很早，好、哦、啊、多吹了一首黑管，就是竖笛啦，哈、哦、啊，希望大家不嫌弃啦，不嫌弃啦，哈、哦、啊，给宝哥多多捧场哦，感恩嘞，哈、哦。还好今天没有啵啵啵哇，不然我就头痛了。嗯，好、哦，哎、欸，有时候我们做人哈、哦，还真的不能做太绝，真的啊，总是要留一些退路给别人啦、啊，也给自己留一些缓冲啦，哈、哦，啊，你给留了一些退路给别人走，留一些缓冲给自己走，哈、哦，这样哈、哦、才会利他利己，哈、哦，那个业果也会少一点啦、啊，你逼得太紧，就像我们那个花条，你把它转得很紧，哇，啪，断掉了，哦，啊，断掉了就不好了，哦，那话再说回来，我们。纵使它转很紧，它没有断掉，那但是呢，后果呢一样啊，速度太快了，不合我意啊，不合我们的意思啊，而且太快，我们自己也赶不上啊。所以说，哎、欸，还是适当就好哦，不要把事情闹得很绝，闹得没有退路，没有余地哦，这样子对我哦，对我们，对他人都不利。哎，这是宝哥开场给大家的一些建言啦，哈，哎，希望大家能喜欢，哈、哦，能够接受宝哥这种建言，好、哦，哎，今天宝哥整理了几段话啦，哈、哦，哎，希望说整理了这一些话，让大家都有所帮助啦，我们来共勉啦，哈、哦，哎，时不在多，有时就好。我们吃东西，我们有好的食物，或者是好的资源，
我们有拿到就好了，哦，留一些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不要吃干抹净，全部都拿走，哦，好的食物我们把它吃光了，不留给别人，到最后还是一坨啦。你不会因为吃了很多而全部都归你啦，到最后还是一坨，你吃少一点也是一坨啦，哦，啊，有吃到就好了，我们饱就好了，哦啊，然后把剩下的留给别人，利他利己，哦，也制造了一些功德啦，这样我们功德无量啦，哦，所以说宝哥是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不要因为贪食而造业啦，不要因为贪而制造了很多业果，哦，我们要把这个贪的东西我们要把它摒弃掉，哦，因为你把东西都给吃了不留给别人，那别人有钱也没得吃啊，那没得吃怎么办？人家还要养家活口啊，他没得吃他会饿啊，会生病啊，那你无形中害了一个人，他况且他没体力，他努力在拼工作的时候或者出了意外，那这个罪谁都扛不起啊，是不是？所以说不要说因为贪恋而想要拥有全部，我们拿到就好了，留施舍一些给别人吧，哦啊，然后呢言不再多，就话了，话不再多，点到就好了，哦，因为宝哥常常在讲是非，造是非都是我们这个嘴巴最毒的，就是我们的嘴巴，不管你今天讲什么话总是有得有失啊，可能有人听得很舒服，可能有人听了就不开心不高兴啊，可能你讲的这一句话对某些人是有注意，但是对某些人或许他们就会有了伤害。所以宝哥意思就是说，我们讲话最好是点到就好了，话不再多了，哦，把那个重点讲出来就好了，其他也不用旁枝杂节的讲的那些有的没有的啦，哦，哎，这是宝哥第二点来说明，哦哦，整理了几点跟大家分享，哦哦，有董你来了，哦，感恩哈，还有线上的好几位朋友，谢谢你们进来看哈，哦，那钱不用多，够用就好了，人在世界上争钱是一定要好，一定要争的，哦，但是你会去赚钱，会去争钱，但是你也要会懂得施舍，因为施舍才有果报啊，哦，因为钱你绑不住啦，你今天争了再多的钱，你把它换在你的保险库什么什么什么，哦，要生利息什么的，你绑不住它啦，它还是会跑掉啦，他还是会跑掉啦，哦，反而你做布施或者该花的就花，哦，让钱自由去运转，那钱反而还会给你带钱回来啊，哦，这叫钱滚钱嘛，我们常常说钱滚钱就是这样子，你把它固定局限在一个地方，它或许就没有这个利益了，你把它换出去啊，做些善事啊，或者做施舍啊，或者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啊，那钱一出去一流通啊，钱自然就滚钱，哦，所以对我们也好，哦，啊，你钱有出去那对他人也好啊，人家做生意需要你的钱去买东西啊，啊你都锁着啊，锁着钱也不会生钱啊，哦，那你出去你得到了你应该的，人家得到了你的钱，但是无形中这钱又会带了一些钱回来，人际关系什么的，哦，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子，哦，买东西认识了一个朋友或者是怎样，哦，要建立一个人际关系，搞不好钱又从那一边又赚回来了，哦，所以说钱够用就好，只要你不奢侈不浪费之的情况下足够就好了啦，哦，我们再说回来，到时候临命终的时候，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你还是双手空空啦，你真的钱再多
你挣的钱再多还是双手空空了，没有用了，还是带不走了、哦、所以说、哦、钱不用多，够用就好了、哦嗯、因为你带不走什么嘛、哦、然后物不在贵，实用就好了。哎，现在年轻人就换了一个迷思，什么都要名牌，拉风嘛，漂亮嘛，时髦嘛、哦、但是名牌真的好用吗？或许啦，因为他们有品牌保证，可能一套衣服穿的几年时五年六年七年八年都不会变形，而且不会破、哦、很好啊，值得啊，价值真的很贵，但是穿那么久说实在的也回本了啦。但是你想想嘛，你可能一套衣服穿十年八年吗？不可能嘛，新的款式一出来你一定又要买了嘛，那你买新的款式你旧的衣服你就不穿了，说实在的很浪费、哦、反而几百块 几百块、哦、或者几十块甚至更低的衣服啊，漂漂亮亮啊，你买来了既便宜又好用啊，穿的一个月两个月或者半年啊，破掉了或者变形了再换嘛，它顶多是几十块，你用 那一种很贵的衣服，一套几千块的衣服，你可以买那个好几十套，够你换一年了，天天换，每星期都换都还够啦，都还足够啦、哦、所以说、哦、宝哥是说、哦、东西不再贵，我们要的东西不一定要买贵的，实用就好了，因为你实用才是真的我们需要的，那么贵的东西讲句不好听的不实用啊，真的，而且花了那么多钱又浪费、哦、所以宝哥是希望说我们在买购物，在购物或者日常生活用品真的不需要去考虑贵的，或许有需要考虑是说啊，买几套或者是几件好的比较贵一点的，有时候我们要交际应酬或怎样又后排场需要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哦、所以说东西不用去买贵的啦，实用就好了、哦、就是这样子嘛，人生几何啊，开心就好、哎、心欢喜就好了、哦、你想人在这个世界上也不过短暂的几十年啦、哦、好啦，给你活一百岁啦 也不过十个十年而已嘛、哦，所以说要心存着善念、啊哦哦、要心存着欢喜，欢喜心、哦、善念欢喜心、哦、不要去忧患度日了，度日子、哦哦、度日、哦、讲国语、哦、有时候真的是会咬牙齿，不要去那个烦恼去度日子、哦、因为烦恼度日子辛苦啊，何必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天天过得很开心很愉快、哦、不要说、哦、天天在那里忧烦忧愁啊，事情总是能够解决的、哦、放开心胸，脑筋思绪才会灵敏，思绪一灵敏你就能解决事情了，你忧忧愁愁思绪一浑浊你处理不了事情的了，然后况且话再说比较、欸、比较神话一点啦，你忧忧愁愁衰神 都跟在你身边了啦，那喜神看你，喜神本来要来帮助你、哦、欢喜神要来帮助你，看你忧忧愁愁他就不开心了啊，然后、哦、跑去跟着你啊，你整天忧忧愁愁我欢欢喜喜的要去帮忙你，结果看你忧忧愁愁啊，不要不要了，我离开他好了，所以说忧愁反而会把不好的运给迎过来，你开开心心的自然会解决很多事情，而且欢欢喜喜的喜神啊财神啊他们 会自然亲近你，因为你开心啊，因为看你开心相他们就也跟着开心啊，然后一开心这些比较好的运势就会一直来纠缠你啊，坏的运势因为你开心不需要他没有忧愁了吧，他们就会离开你、哦、所以说不要忧愁度日啊、哦、开开心心的比较好啦、哦，何苦呢？何苦去忧愁度日呢？对不对？不必啦，哈、哦。人在世界上、哦、也不需要去争抢夺啦、哦、更不要去执着。为什么呢？你不去争、不去抢、不去夺，就没有是非了啊。
而且宝哥常常在说啊，执着心是起于欲念，起于欲念跟贪念，好、哦、啊，你会去争会去夺，就是因为你起了欲念嘛，我想要这个东西，我才会去争去抢，不好啊，贪嗔痴要丢掉啊，哦哦，佛家常说贪嗔痴是毒药。哦，是不好的，我们要把它摒弃掉，要把它丢掉。所以说，宝哥就是说嘛，把这些丢掉了，你无贪念，无欲望，那自然就没有是非了，因为你不会去抢，不会去夺，就没欲望了啊。那人生何必去执着呢？对不对？你就不需要去执着那么多有的没有的啊。到时候你心境自然就清晰，那你一清晰。什么都好啊，对不对？哦，何必呢？何必为了抢夺一些欲望，或者是抢夺一些贪念产生出来的东西，而去造是非，让自己不开心呢？哦、所以说，宝哥奉劝大家哈、哦，还是要把贪嗔痴去掉啦，哈、哦，贪念、欲望啦，哈、哦，执着这一些都不是好事情，我们就把它摒弃掉。人才会自在啊，阿弥陀佛。哦，专小姐你来了、哦、啊，感恩呢哈、哦。尤大爷在线上哈、哦。该走的时候哈、哦，啥都没有了。啊，你争抢夺起欲念，贪得无厌，或者买了很多贵的东西，种种等等，和有用吗？人生一走完，你什么都带不走啊，两腿一蹬，眼一闭，什么还是在世上啊？你就是空手而走嘛，空手来空手去嘛，留那么抢那么多做什么？反而会让你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你抢那么多，夺那么多钱财，而产生很多麻烦，很多烦恼，而造了很多是非。啊，是非一多，人就不清晰了，就会痛苦了。哦，这是宝哥奉劝大家的。哈、哦，所以说要造福报啊，我们要造福报啊，多施舍，多行善。哈、哦，然后福报自然就来了。哦，啊，宝哥也常说啊，施舍行善不一定要花钱呐、啊。施舍行善不一定要花钱啊，扶个老人家过马路也是行善啊，路边石头爱到车子，你把它捡到旁边也是行善啊。哦、啊，隔壁人家老太婆啊，儿子忘了买东西或者晚一点买东西啊，啊，老人家肚子饿，你刚好家里有多了一些，你就蹭过去给他吃，这也是行善啊。谁说行善一定要花钱呢？我们又不是财团，我们又不是那一些专门在外面募款的那些慈善机构，反而那些慈善机构真的有在做吗？我们也不知道啊，哦，这也是一个问号啊。倒是我们自己要做，要先来做，什么事情都由我们自己来带头，我们自己来做起，哦，这是最好、最直接的啦，哦，啊，也是最慈悲的啦，哦，哎，宝哥。今天是希望大家说讲的这几个点，大家都能够有所得啦，有所领悟。宝哥常说宝哥不是很厉害，宝哥是希望说找这一些资料加上宝哥的思维，然后跟大家分享，看大家能不能从中得到另一种启示啊，如果说有另一种启示，不妨也跟宝哥来共演一下，让宝哥也知道说啊，原来你们的想法是那么好哦，让宝哥分享一下哦，感恩无尽，阿弥陀佛。好吧，现在我们来开场曲了，我们开始来，刚才是前序嘛，现在我们来唱歌了。哦，也对啦，没有错，没有错。哎，尤大说的也没有错啊、哦，这也是行善啦、啊，啊，真的是啊，嗯，好，来，
我们今天开场曲两首都是老歌，都是国语歌曲哈、哦。那我们第一首来唱《月儿像柠檬》，哎，这是邓丽君的歌哈、哦。啊，作词是盛之，作曲是佚名哈、哦。月儿像柠檬，地天空。我俩遥遥荡荡，散步在月月色中。今夜的花儿也飘落纷纷，陪伴着柠檬夜色迷迷蒙蒙，多情爱蜜语重重，轻轻耳边说。我俩遥遥荡荡，散步在柠檬一半月色中。月儿像柠檬，黄黄地挂天空。我俩遥遥荡荡，散步在月色中，就像是鱼儿在船游海中，两旁的叶子疏似海浪匆匆，多逍遥其乐融融，默默情意同，我俩遥遥荡荡，散步在柠檬一半月色中。今夜的风儿也撩人心胸，我和你不是在那虚幻梦中，多有今夜一生沉，琴声比酒浓。我俩遥遥荡荡，散步在柠檬一半月色中。啊，感恩哈、哦，感恩。哎，很不礼貌啊，拿毛巾擦汗哈、哦，在大家面前哈、哦，哎，非常抱歉。好、哦，所以说。唱的不是很不是好啦齁啊，大家开心就好哦，就是哎，宝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节目中齁、哦、啊能尽兴啊能开心齁啊、哦、哎啊、现在这个单元是开场诗齁、哦、那我们来吟一首诗吧齁、哦、花在人心处，心既是花何须须，自立计划善而行，何须执着定心法、哦、所以说嘛，法本无法嘛，法自在人心嘛、哦啊、既然是法是我自在我们的心，我们心那个准则那个法神，我们自己都已经很明确的去定了，心中有一条准神一条法神出来了，那我们何须去执着于法？大家心中的法神都很定得很准，那何那就没有所谓的法了啊！所以说什么叫法？法本无法，法是人定出来的啊！而我们大家心中都有一条很明确、很善行、哦、很好的准神在那里。那就不需要定法了，因为大家都是善人，都是善事嘛。啊，既然都是大家都会安守本，那何必去执着要定什么心法呢？哦，我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相，每个人都没有每个人的心思。那他定他的心法，他自己心中想要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怎么做才是行善，他心中自然有一条准则。你不能说啊，你这样做不对啊，因为你不是他，你不能以你的观念去订正他，
你不是他，你不能以你的想法去导诱他，你只能说啊，我是怎么想的，大家互相参考共勉。所以说嘛，心法在于人的心中，不需要说执着说啊，一定要规定什么规定什么，不用啦，大家都把心善念那条准绳拉起来的话，那就没有恶人了啊！没有恶人的话，那何必用法来定呢？因为大家都很守法了，守自己的行善法则啊，守自己的慈悲法则啊，就不需要了嘛，不需要有那些有的没有的那些不好的状况发生，就不会发生了啊，不会发生就不需要去定法了，哦，这是宝哥的愚见嘛，哈，所以说嘛，求佛不如利己，哦，要求佛，你不如勉励自己，勉励自己什么呢？去求解佛所说的道理，佛他的言论，他的经典，你不如要求佛，你不如去看他的经典，用自己的思维去领悟，去透彻他的到底他在说什么，哦，然后以你的领悟，以领悟你去领悟经中他佛陀所说的种种等等，你领悟出来之后，照着你领悟的方式去走，哦，然后去把你的善知识说给人家听，那你都是在领悟活的他的经文，他的言论，那你心已经随佛，已经很亲近佛了，已经随佛去了，那等同你已经在佛的身边了，因为你在佛祖的言谈中，你去领悟到很多真理，你等于是佛的代理人了，代言人了，所以更加要慈悲啊。所以说你要求佛，什么叫求佛？多去了解佛说的东西啦，不是去听别人说的东西啦。哦，宝哥上次也有说嘛，可能对某一些大师啦，哦，会有不敬啦，哦，但是宝哥还是要再强调一点啦，哦，所谓拜师，所谓大师，他给你很多启示，他们只是把你引渡，把你引进佛教。那大师他们在讲的很有道理，我们要去吸收，但是我们自己要判断，因为他们是以他们修行的经验，他们是在求他的法，他们 一样是一句活的言论，他们悟的点跟我们悟的点不一样啊，我们看完了，我们的误解，我们解了解跟他的了解不一样啊，那你跟着他走，你是在走他的道，你是在走这个师父的法，而不是在走佛陀的法。因为佛陀说过嘛，你《金刚经》里面，《金刚经》里面有说嘛，佛无说法。如果说佛有说法，就是在谤佛，哦，就是不了解佛陀的讲法。为什么佛陀会说这句话呢？哎，宝哥愚浅，这是宝哥自己 的想法啦，哈，他可能是在告诉后世人呐，啊，你不要去执着于什么境界，执着于别人说什么，你要用自己的心去领悟，去透彻 出一道佛陀这句话，你领悟到什么，那就是佛陀给你的启示。佛陀给你的启示，哦，啊，你这才是真的你体会到的东西，而不是说别人体会到的再来告诉你，那是别人体会到的，啊，对你没帮助啊。所以说念经诵佛念经都有功德，但是你念经念那么多，一天到晚在念了数十遍，但是你不了解经义，不了解那个经的意思，没有用啊。所以宝哥还是强调说，经文之意，哦，要懂，要去懂，要去知道，要去了解它的意思，活在论述 的道理，
好、哦，不然你只会弄，只会念，只会念诵，而不去了解他的道理。虽然有功德啦，哦，那但是实质上也是在浪费时间啦。功德很少啦，有功德啦，但浪费时间啦。啊，你如果去了解他的意思，至少你的心相知道，你体会出佛陀在说什么，你的心相心思已经稍微领悟到了，那你的心会随佛陀的方向去走，等同你随佛而行。好、哦，虽然第一次悟不是很精准，但是同样的东西，你看一次、两次、三次，感觉都不一样哦。这是宝哥亲身经历的，你们不妨试试看。一样这一部经，你去念，念第一次你啊，感觉啊，这部经在讲什么，在讲什么？哦，我知道了。然后第二次再念，哎，你又觉得你会推翻前一次你的想法了哦，他可能不是在讲这一些哦，哦，所以说经是越念越沉，哦，好久成瓮底啊，会越沉越稳。但是你要懂得他的意思，好，你要懂得他的意思，好，好，所以说嘛，解经你要了解经义，你不需要去问师啦。啊，宝哥刚才有讲，师父他只是把你引进门的一个引渡师，好，我们要尊敬他，要尊重他。相对的，他修佛修那么久，他一定有他的认知跟了解，好。我们不懂的要问他，但是不是随他而行，是我们不懂的地方问他，他解释给我们听，我们还要加上我们自己领悟到的，然后加上自己的判断，那才是真的是好啊，哦，真的是好，哦，所以说一定要去懂得经义啦，哦哦哦，所以说我们经看久了，哦，有心去研究，看久了，哦，你就会懂得他讲什么，就会自然去行善，就会很自然的发出慈悲心，哦，所以说我们要切记啊，哦，不要忘了活在我们心中啊，活不是在活，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是有一尊佛，哦啊，别人心中也有一尊佛啊，但领悟点都不一样，哦，活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要善言啊，善行啊，哦，要有慈悲心啊，哦，所以说这些都是活训，啊，哦，活 叫我们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要慈悲行善，要怎样怎样，这是最大活最大的宗旨，最大的宗旨，哦，为什么每部经都说啊？如果看这部经，哦，会怎样？会功德？会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其实不要相信那些，那只是诱因。因为佛陀要你看这一部经，哦，当然了，他说或会有什么功德？什么功德？无量什么的？那可能是真的。但是我们不要执着于说啊，因为我念经就有功德，这就幻执了。不要去想那些功德。最主要我们要去认真的思维他每句话的意思，然后善而行，哦，这是宝哥与大家共言分享的啦，哦，哎，有懂啊，明天你那一场又要开始了呢，啊，哎，等一下我在上面再说一下，哦，哎，有空大家过去你那边捧场，哦，明天8点，哦哦，会我们尤耀聪那边会有一场很棒的东西，哦啊，要捡便宜就过去啊，宝哥到时候会贴在宝哥的主页分享，哦啊，过来看一下，您过去，哦啊，那边的东西都是很棒的东西，哦啊，而且东西都是好东西啦，哦啊，相信宝哥就过去看看，今天，哦，早上宝哥跟朋友在谈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然后就是录影的事情啊，一些技巧在探讨。
就约在一家那个咖啡厅，它前面就是有几张桌子啊，小小的，还差不多两张，三张桌子。啊，宝哥看到了一件事情哦，宝哥觉得很悲哀啊，而且觉得哦，这个真的是人性。人家，我们都知道嘛，现在生意很难做嘛，生意真的很难做啊，好、哦。哎，那卖咖啡一样啦，因为宝哥坐在那里，他咖啡不错喝啦，哦，啊，店面小嘛，就摆几张桌子而已嘛，啊，生意不是太好，他生意不，他的咖啡不错吃啦，哦，不难吃，不错吃哈，啊，但是就是有人这样子，他拿着外面买来的食物饮料。就大辣辣的坐在人家做生意的那个摊的桌子上，大吃特吃的，连给人家消费一下都没有，用人家的桌子，用人家的器具，至少你给人家买一杯咖啡，买一杯茶饮吧，没有，大辣辣的就在那边吃起他买过来的东西，喝他外面买来的饮料。本来宝哥要过去跟他讲，那宝哥想说啊，可能到最后他还会叫一杯饮料外带什么的，结果没有，他吃完了不但没有消费，没有给店家消费，更可恶的是，拍拍屁股走人。他吃完的那一包垃圾，那一包残渣食物，那些骨头什么的，全部给人家丢了满。满桌子，啊，人就拍拍屁股走人了。你看这样子的行为，是不是我们社会病了？人家生意很难做呢，你占了一个三人座的桌子，人家就少了三个客户。你在那边吃了将近一个半小时，人家就一个半小时。三个客人没办法去消费了，你一杯饮料都不给人家买，然后拍拍屁股走人，人家你不消费，人家还要帮你收拾你的残局，说不过去吧？真的很悲哀啊！宝哥看了真的是心情很不好啦，但是没办法，没办法，他人就是这样嘛。贪嘛，真的贪嘛！哦，杨教授你来了哦，杨明辉杨教授你来了哦，哦，欢迎欢迎啊！所以说人都贪得无厌嘛，太贪了。所以说宝哥是希望说，有时候我们要看环境、看场地啦，要借用人家的环境。那也要懂得回报，懂得施舍，不要说要借人家的场地，而在那一边又做了那一些不妥当的行为，让人家看了很讨厌的行为。那这种人，相信他这一种，光是这个小动作，你就知道他多自私了，对不对？所以不好，真的不好，所以说我们人哦，要懂得自爱了，至少，不要给人家添麻烦，真的，至少不要给人家添麻烦，像我们庄小姐最近也蛮 old 的啦庄小姐，工作场上比较复杂不要换职，不要换我职啦不要那么常常那么生气。生气了，你气坏身体哈，是你自己在受苦，人家不会怎样啦，人家看在眼里，反而还在笑。所以说，有时候不要生气啦，真的气坏身子是你自己的阿弥陀佛话又岔开了，话又岔开了。所以说，做人啦，同理心是很重要的啦哈。多多为人着想，功德无量啊，功德无量啊，
来，现在我们来说笑话吧。哇，今天这么快就说到笑话了，那准备的资料就是不太够了啊。哎，有一个小伙子啊，因为过年快到了，有一个小伙子就在贴春联嘛，在门口贴了一个福，哇，贴得很开心呐，贴春联嘛，要过年，大家当然就很开心了，他老爸就在旁边一直看，看来看去，看来看去，然后看完了之后就沉默了很久，沉默了很久，忽然间就对他的这个在贴春联，很开心在贴春联的儿子就说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福字变成喜字？哎，大家懂我意思吗？这个笑话有含义哦。所以说，年轻人呐，不要让家中的老人烦恼啊。如果有好的对象就要好好的去把握啊，赶快把它掌握住赶快把它娶回家，把那个过年那个福字贴成喜字，双喜临门办办喜事让家中的孙老也开开心心不要让家里的老人家天天在那里烦忧说哎呀孩子还没有成家，哎呀，真的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怎样，这样就不好了如果有好的对象好好的把握让家中的老人开心了然后再来一个笑话嘛，哎，有一个哥们呐，哥们要结婚嘛，那媳妇家的彩礼就女方家要聘金要15万嘛，这个朋友他筹不出钱来嘛，就恨恨地对他的准丈母娘说：“啊，以后你家儿子结婚，对方要是一家要15万，那你不就要拿出30万来了吗因为他的女朋友他有2个哥哥嘛，他要跟他的女朋友结婚，他的准丈母娘跟他说要15万呢。”他拿不出钱了，就讨价还价嘛，就跟他准丈母娘说嘛，不要这样啦。那如果说以后你2个儿子要讨老婆那你至少要30万以上啊，要拿出去给人家。结果他准丈母娘听了，想一想，想了很久，然后忽然间就回他一句话说：“对吼。”那要准备30万，好吧，那彩金就40万吧，就聘金了。他就跟他的这个跟他讨价还价女婿说：“你提醒我对哦，我还要准备30万给2个儿子结婚，至少，好吧，那你的聘金就40万吧，得不偿失啊。所以有的时候人不要太计较啊。”你算得越精，相对的，有时候你这个精会落到别人的口舌中，又把你给拿回去了。所以说，做人啊，有时候傻一点的比较好傻一点的比较好啊，往好处想嘛。搞不好他这15万的聘金给他丈母娘，那他丈母娘又把他交给他女儿，那。你们小两口子结了婚，那还不是一样钱又回归到你们小两口身上了吗？所以说有时候不要太计较啦。如果真的不方便，那大可以跟他商量一下嘛。现在手头不方便嘛，就不要那么多或者排个场就好了。怎样，那都可以商量的。不要那么计较，那么计较的话，你到最后真的就很糟糕了。像这样子计较啊，人家就。你讨价，人家就涨价了。那到底你要不要去？你要不要去？三妹，你来了啊！凤凰，
欢迎哈。好，来，我们现在来聊一些小常识吧。好，小常识。好，如果说我们眼睛呐，眼睛有小灰尘飘进去了，怎么办？很痛苦啊，流眼泪啊。那这个时候，这是网络上说的哦，宝哥没有印证哦，我们可以做参考啦，那你这个时候你就闭上你的眼睛，用力咳几下，这样子咳几下，闭上眼睛用力咳几下，那个尘，那个沙尘，就会自然就会随着眼泪流出来了，你不用在那里擦那里怎么难受啊，这是一个小技巧啦，那再来一个哈。我们在洗脸以后啦，脸洗完了之后哈，那用手沾一些细盐呐，盐巴细盐哈，在鼻头跟鼻的两侧哈，轻轻的按摩，细盐哦，不要粗盐哦，细盐哦，轻轻的在那里涂哦，按摩哈，按摩了不要久哦。按摩一下，然后把用水把它冲走，那你的鼻头粉刺就能清得很干净，而且毛细孔也会变小，试一试吧，试一试吧，哪有啦，三妹，不要说我很厉害啦，哟，没有啦，就是以前宝哥有主持过电台嘛，就是说把这个直播当成那个电台的方式，只是说有把影像丢出来这样子而已啦，谢谢啦，感谢你夸奖，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个，被蚊子咬完的时候啦，很痒嘛，痒得要命啊，你就可以用什么呢？用肥皂水哦，在那个咬到的地方很痒嘛，你就涂一些肥皂水，涂一涂，然后等它稍微干的时候再去用水清掉，就不痒了，这也是一种方式啦，庄小姐，你有试过真的有用吗？有人证实了哈，那个细盐哈，在鼻子周遭这样轻轻的按摩，真的会把粉刺弄掉哦。这有人证实了哈，大家可以试试看哈。这个我们做个记号，这个是 OK 的，这个 OK 的哈。那再来一个哈，我们今天讲四个哈。如果说我们的嗓子牙龈发炎了，那在晚上你又没有意思哦，那如果你家刚好有西瓜啦，你就把它切成小块，西瓜你切成小块，沾盐巴吃，就是晚上啦，他是说晚上才有效啦，这我也觉得很神奇呀，为什么一定要晚上？是不是五行八卦？这我不懂。他说晚上吃啦，那这个花炎啦，或者是嗓子滑嗓这个东西，这个情况就会舒缓，第二天就会好了，这没人证实，我也不敢说对不对啦，那大家试试看啦，试试看。还有一个哈，就是说我们标签，我们买新东西不是说有标签吗？贴了贴纸的标签很难撕啊，那撕起来都是有那些胶有没有的，那是建议你说了哈，先不要撕，拿那个吹风器，用最弱的温风，不用用热强热哦，就是温温的那个热风啊，把它烤一下，很自然就可以撕起来了。就可以把那个标签撕掉了，
哦，东哥你来了哦，感谢哈，感谢东哥进来捧场哈。好，哦，那个就可以把那个标签撕掉了。哦，这是以上宝哥跟大家分享的几个生活小常识了哈。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用到哈，都能够有所帮助啦哈。这是宝哥为大家找的一些小常识。哦，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帮助有注意啦，哦，有注意到这一些东西，哦，哎，这个单元现在我们接下来这个单元是活语共言啦，哦哦，活语就是经典里面有一些，比较好解释的语言，宝哥去找了资料，哦，然后跟大家来研究一下，哦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领悟啦哈。我们在佛经上哦，常常看到那个阿僧祇劫，或者阿僧祇，或者阿僧祇说，都有这一句话。那这阿僧祇是什么呢？在古代相对，他就是说在古代，他这个意思阿僧祇就是指无数的。无数无限量，阿僧祇它是指无数无限量，没有上限的，哦，就是不断又不断一直重复，哦，那所谓阿僧祇劫就是说，佛陀我们常听说，经过了无数的阿僧祇劫，就是说佛陀经过了 无次数的无限的劫难，哦，劫难，然后才得到了正果，证了活果，哦，所以说阿僧祇就是说无限极数很多很多 的意思了、哦，那相对着阿僧祇说，也就是说不无限的说法，哦，无限，哦哦，所以说，哦，譬如说妙法莲花经，哦，如来受经，哦哦哦，所说的都有这一些，都有这一些字的存在，哦啊，因为我们求佛，我们看经文，有些词汇我们不懂，那不懂我们要去了解它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啊，知道的意思你才能悟经啊，你才能懂得说啊，他这句话是在说什么，后面讲的是什么，才能连贯啊。因为有很多，哦，佛经里面有很多梵文啊，梵文里面它是我们直接翻译出来的，跟它的原意你如果不去找答案，你不知道它在说什么，用感觉只知道说可能怎样，可能那不实际啊。那宝哥这一些是找他一些专门在研究的他一些解说，然后来跟大家分享的，哦哦哦，所以说他的这个阿僧祇劫，他的意义就是说无限长、无数长时啦，哈的劫，哈，哦啊，然后这个劫呢，它有分大、中、小三者，哈，哦哦，这里面的阿僧祇劫的劫为大劫，哈，哦，所以说三大阿僧祇劫嘛，哈，哦，这很多经文都会有注在这个东西嘛，哈，哦，啊，我们菩萨的位阶啦，哦，有五十位，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之四十位，哦哦，啊，为第一是阿僧祇劫，哦哦，所以说阿僧祇劫 这个字的意思我们真的要去了解，哦，它是无限数无限数的，你一定要懂得这个，你才能把火后面的说法你能够做一个贯通啦，做一个融合啦，哦，这是宝哥找到的一些资料跟大家分享，哦，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我们在看佛经，你只是看，真的你不会去懂它的意思了。肤浅的了解可以了，但是你要真的去了解佛陀他说的种种等等，你真的是需要说，在他的词汇中一些梵文翻过来的那个词句，真的要去用心呐、啊。用心去找答案了、啊，像之前宝哥说的，阿耨多罗三藐，阿耨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哦，三菩提，跟那个阿毗跋致，哦，这些，你如果不去找资料，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对不对？所以说宝哥讲这些，希望大家都能有所得啦，都能有所得啊、哦，都能够用欢喜心。欢喜心去了解这一些事情、这些状况，大家都功德无量啊！阿弥陀佛。好吧，现在我们来唱后半段的歌吧。哎，唱这一首歌跟大家分享。唱得不好还请多包涵哈。这一首歌是《四个愿望》，也是邓丽君的歌啦。作词是杨毅凯。啊，作曲也是杨毅凯，所以说，这一首不对啊，这一首好像是刘家昌的歌诶，这个有错但无所谓啦，我们订正一下就好了，这我感觉好像是刘家昌的歌好吧，那我们来唱了吧。如果我要谈爱的时候，我有四个希望啊。找到一个爱人的时候，我有四个希望。第一个送我一朵玫瑰花香，第二个摘下一颗星星闪亮，第三个陪我上山看月亮，第四个陪我海边手拉手走沙滩。如果你肯听我的希望，我就永远不忘啊。痴痴地、真心地爱上你，永远永远在身旁。如果我要谈爱的时候，我有四个希望啊。找到一个爱人的时候，我有四个希望。第一个告诉我说爱我情长，第二个请你明白我的心肠，第三个甜言蜜语在耳旁，第四个耐心陪我由早晨到夜晚。如果你肯听我的希望，我就永远不忘啊。痴痴地、真心地爱上你，永远永远在身旁。第一个告诉我说爱我情长，第二个请你明白我的心肠，第三个甜言蜜语在耳旁，第四个耐心陪我由早晨到夜晚。如果你肯听我的希望，我就永远不忘啊。痴痴地、真心地爱上你，永远永远在身旁，永远永远在身旁。四个愿望这四个愿望，希望大家会喜欢。唱得不好，还请多多包涵，所以说，宝哥常常说嘛，唱歌是一种心情的发泄，心情的发泄，其实哼哼唱唱的度日比较好啦，不要说忧忧愁愁的，而且。我们常常在说唱歌唱歌，但
宝哥不是很懂，但是宝哥透露一点宝哥的感触给大家。唱歌没有什么技巧，拍子抓得准，哦，你自然音乐就跟得上了，哦，大小声拿捏得好，什么时候该大声，什么时候该小声，拿捏得好就 OK 了。那大小声怎么 拿捏呢？以老歌来说，它三段都是类似故事，你把它当成一个心情故事来看待。所以说这首歌，你这一段你把它看成一个心情故事的时候，自然你的心境随它随它去，哦哦，譬如说安平追想曲，哦啊，那个心境就是比较悲哀，哦，就心情灰暗灯又中，很悲嘛，很沉嘛，哦，风吹金花诉金龙，金龙准和翁，阴心转不通。因为这一段 你想嘛，这一段他是在想，在想，所以那个音就比较平，哦，类似这样子你去唱，去唱，自然那个韵，那个歌的韵，曲的韵味就出来了，哦，那旁边人在听不会很吵，不会很吵，因为你大小声拿的是捏，唱歌不是大声就好听啦，你要声音要拿的适中，然后感情要丢得出来，这样每首歌都 OK 啦，每首歌就都 OK 啦。纵使你声音不是很好，你感情丢得出来，那还是美音啦，啊哦哦，这是宝哥肤浅的一个技巧啦，哦啊，不，欸，讲出来跟大家分享，哦，宝哥没有什么秘密，宝哥会什么宝哥就说出来，大家来学习共研嘛，哦，这共研嘛，哦，分享给大家，哦，那我们开始来做最后的结束了，哦，我们，哦，不要去埋怨，不要去埋怨父母没有给你最好的，不要去埋怨，埋怨父母说啊，父母都没有给我们最好的，都没有给我们好好照顾。其实坦白讲啦，坦白讲啦，哦，他们已经给我们最好了，父母已经给我们最好了。怎么说呢？如果你现在有孩子，或者你桌旁有身旁有孩子，你有人有孩子有小孩，你看他对小孩子，你好朋友对他的小孩子那种呵护，跟你如果你自己有小孩子，你想一想你自己对小孩子的呵护，都一样了，都一样了。那是碍于说，只能说差别差在哪里呢？差在说你现在的处境可能比以前你父母的处境好一点，你有多余有能力让你的孩子得到他你想给他的，他想要的你有能力给他。那我们再话想回来，以前父母在照顾我们的时候，为什么他们我们要的他没有办法不给我们？其实不是不给我们，而是你要想嘛，那时候的环境钱不好赚啊，他纵使想要给你没能力啊，你不能怪他啊，而且凡事要往好处想啊，对不对，哦，所以不要去怪父母没有给我们最好的，说真的他们尽力了，他们尽力了，哦，不要去埋怨说父母没有照顾好我们，真的他们已经给我们最好的了，以他们能力来说他们已经给我们最好了，哪一个做父母的 不想给自己的孩子最好，哦哦啊，如果说那一些虐待自己孩子或虐待小孩，那一些就另当别论，那个我不当他是人，哦，所以说我们不要去计较去埋怨，哦，因为父母不会给我们不好的，他们永远都会
都是孩子为第一，只是因为有某种场合、某一种情况下，他们没办法给我们那么呼吁，要体谅啊，要同理心啊，哦，这是宝哥给大家一个建议。下个月8月8号是父亲节，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台湾那是国定是父亲节。亲爱的好朋友们，有空一样回去陪陪 老人家吧，也不要说特定那一天再回去，有空都多多回去多陪吧，多多去陪他老人家吧，不要再拖延了，真的不要再拖延了，时间一直在缩短，不要拖延了，听宝哥的奉劝，听宝哥的劝告，有空就回去陪陪他们老人家了，如果在其他国家没有父亲，八月八号不是父亲节也无妨，多多去陪双亲吧，多多有空就回去看看他们，给他们温暖，给他们拥抱，陪他们说话，那才是真正的慈悲啊，那才真正的回馈啊，阿弥陀佛。好，来，最后我们来讲个神佛的介绍吧。这次宝哥要介绍三世佛。我们佛教常常在拜，我们如大雄宝殿里面，我们都统称三宝佛嘛，那其实是三世佛啦，那宝哥来讲他的因由，三世佛是大乘佛教的主要的崇敬对象，为什么称出生？为什么是称三世佛了？因为三世佛它的分为是以时空计算出来的横三世的佛，跟以时间计算出来的纵三世佛，在南传啦，巴利语系的佛教啦，是以声闻圆觉教法为主啦，只认同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有的前世佛啦，就是现在佛嘛，释迦牟尼佛，未来佛，未来佛即述众三世佛，所以说嘛，三世佛就是指中央释迦牟尼佛，然后东方药师佛，就是那个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嘛，就是东方琉璃佛啦，然后西方的阿弥陀佛，因为东方药师佛的它的另一说是东方的阿闷佛，又称不动佛啦，那西方的阿弥陀佛啦，就是三世佛嘛，那东方的药师佛他主管东方净琉璃世界，他有两个胁侍，就是两个类似说他旁边的两个侍众应该成佛了啦，就是日光遍照菩萨跟月光遍照菩萨嘛，就是这两尊，两尊菩萨，如果他们药师佛跟这两尊摆在一起，那就是东方三圣了，就当东方三圣佛，一般拜药师佛就是祈祷说，药师佛就主要的就是祈祷于说，现世的安乐啦，保护世人消灾啦，延寿去病，所以说很多老者啦、病患啦，他们都会去礼拜药师佛，这是药师佛。那中央的释迦牟尼佛呢，
主管中央沙盒世界，它有两个特色，它有两个斜视啦，就是帮忙活在处理事情的，就是大智的文殊菩萨跟大行的普贤菩萨，那号称华严三圣啦，他们如果说这两尊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在一起，就是大眼三，就是华严三圣了哈。他是这个世界的教化者了哈，是佛教的教主啊。而他的法身是藏传佛教里面的崇敬的大日如来。这大陆如来就是他，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身。所以说这个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了哈。这也是宝哥找出来的资料了哈。那西方的阿弥陀佛呢，他主管西方极乐世界，他也有两个胁侍，就是大勇的大势至菩萨和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号称西方三圣，一般是祈祷阿弥陀佛，一般祈祷阿弥陀佛是主要就是说祈求死后的解脱啦，汉传佛教认为说阿弥陀佛是主要是以其愿力、就是说用他的愿力引渡众生到极乐世界上去，所以说佛说阿弥陀经里面就有说嘛，只要说一日两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持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持诵佛号，一心不变，就是七日一直持诵，就是说不间断啦，他是说七日，但是就是意思就不间断，你只要一直持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直持诵的话，到你临命终的时候，就是到你要过往要过世的时候，你还一心不变还是有在持诵的话，那阿弥陀佛会带着他的圣众，带着圣众前来接你，把你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上去。所以说，他是说，那如果说是汉传佛教，他是说他是以愿力，阿弥陀佛的愿力引渡，要来引渡世人到他的极乐世界上，新世界去，脱离苦难的轮回，因为到极乐世界上去就有说了嘛，就等同于阿毗跋致了嘛，阿毗跋致上一场宝哥有说过嘛，已经接近火了嘛，所以说直接就引渡去了，说最快的法门，这是最快的法门。为什么大家说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啊？没事就念阿弥陀佛，因为它是最快的法门。像我们修大乘佛教、释迦牟尼佛或其他的佛，就是要几劫阿僧祇劫，几劫几劫哈，然后要怎样，要怎样，要怎样。那最快的话就是念佛，念阿弥陀佛，它就是会把你救。但是念归念，我们心地还是要存善，要存善，要心存善念，要慈悲，要帮助人，不要去做坏事情，不要造业障，这才是真的啦，不然你手拿三尖刀，嘴念阿弥陀，没有用啦，真的没有用啦，手拿着三叉刀子，嘴巴念阿弥陀佛，准备要捅人了。都没有用，还是要心存善念，还是要慈悲为怀，还是要慈悲为怀啦，所以说阿弥陀佛是最念阿弥陀佛是最快的成佛方式啊，就最快的到入佛境去了啦，圣境，入圣境了。所以说如果没有其他的宗教信仰，没有特定的佛，特定的佛，我们就是尽量念阿弥陀佛，尽量念南无阿弥陀佛，对我们有帮助，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那一点，心存善念，助人帮人。
不要害人。好，这是宝哥给大家一个忠告啦，齁。好，所以说以三宝佛来说，就是这三尊，齁，那他们各司的各所长职的东西，齁，各自长职的权跟不是权啦，佛没有什么所谓权，就他们各司发挥的专长，齁，宝哥有稍微做一下聊，跟大家聊述一下了，齁。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去了解，那你心中要怎样，要去求活，要怎样都可以啦，齁。像下一次我们来聊大悲观世音菩萨，我们来聊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因为他在娑婆世界是施无畏者，就是施舍，施无畏，施给人家无畏不惧怕，施无畏者，下次我们就来聊聊他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此了，非常谢谢大家来捧场，感恩哈，我们下一场一样是下礼拜三，今天礼拜六了吗，有所变动，宝哥会在上面公布，那这一次之后宝哥就不在上面，譬如说今天要晚上要开场，宝哥就不公布了哈，有缘人就自己进来吧，有缘就自己进来吧，我就不提醒了，因为每次这样提醒很累，那观感也不好啊，有人就说啊，宝哥你怎么那么臭皮呀，开个直播就一直在推广，在打广告，怎样怎样怎样。其实宝哥不是这个意思啦，宝哥是说让大家知道进来分享，然后宝哥也做些造些，宝哥也得些功德，大家也得些功德啦。但是问题是如果有人有意见，那宝哥就不做推广的分享了，齁。如果朋友愿意帮我推广，当日愿意帮我推广，那我没话说，我接受，齁，阿弥陀佛，大家功德无量，齁，今天到此为止，祝大家有个好梦，齁，晚上欢愉，明天是假日，大家到外面去玩要多多注意天气，齁，多喝水，然后安全很重要，齁，安全很重要，齁，希望大家如意。弘毅，你在越南哈？你在越南哈？自己最近你自己的行为要修正一下哦。你又动无名火了哦，哈啊！你弘毅，你在线上你有听到的话哈？你自己那个思绪要控制一下哦。你现最近觉得我感觉到你心很烦哦，哈 OK 啦，那我们今天到此为止。晚安咯，大家晚安，谢谢，再见。